嗨，何子华，今天要弹的歌是一位朋友雅慧，前两天是你的生日，在我的部落格要求了送一首歌给你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弹什么，希望我弹什么你接受什么，一份心意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！天天开心哦，老歌送给你。
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、第二首的伤心酒店，原本我是要我唱男女对唱的，然后会唱的人接，看到部落格的人接 OK。 拜拜拜拜